Alaba.橙子选择了弹幕最多的打法，这把这人这真少，看到 DPI 跟看到老婆似的还行。现在传远征，陈俊王莫来上阵。等死吧你，买棺材吧你，别跑啊你。七夕，七夕，真不错。西西仔，别老出去乱跑，现在知道吧？别老出去乱跑，在家待着吧。必须来浴缸啊！我那捡空投之后，我就在浴缸里了。七夕跟 DBS 过好吧 ？DBS 加浴缸。这不是无敌房，这叫浴缸房。浴缸战神，缸神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哪去了？我操！啊！别过来！啊！干什么？三甲没拉起来，他妈！妈呀！浴缸里面，最里面小房间，最里面小房间，一四二打药子，最里面小房间，最里面小房间。干什么？还想抢我的空投呢？啊，不知道我的身份吗？兄弟们，把我的身份打在公屏上，不知道我身份哈、哦。冲我，区区四个就想冲我。如果你想杀我，就请把你的朋友也带上吧。我已经天下无敌了。哇，三甲没捡起来，太可惜了。哎，然后他让他们给捡了。把我三甲给喷烂了，喷的稀碎，补的那个人就是三甲，哎，手速差了一点，怪可惜的这一波，甲没拿着。
不过你看啊，我刚才一看到有人，我就蹭蹭跑，我就赶紧跑回来。我一看到人有点不对，四个人，我就撒丫子往回跑。其实我都不想把这空投想送给他们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想这个我直接来浴缸就行了，早晚都是我的。这个 DBS 好丑，还不如玩软皮肤。我花了400块钱，你说好丑？你给我出去！我花400块钱抽着的，你搁那说好丑呢？多带点烟儿吧。你会不会说话呀？那说啥话呢？这我400块抽奖抽到的，给你们看看，蓝色的多好看呀！蓝色淡蓝，看到没？淡蓝，然后橙子，你看橙颜色的这个，哎，你看这个标志非常帅，配着这个简约黑，配着这个海天蓝。多么的，优雅，大气而不失优雅，精致而不失粗糙，帅气又不缺失丑，不对，不应该是这样，很帅，帅的一匹，抽了400块，还有31个人，兄弟们，决赛圈了。天空蓝，定制版。天空蓝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最爱的蓝天，我只是你的脸。是不是被遮住的脸，忘了掀开？呜，你是我的眼。在我领略了四季的变换，你是我的眼。下个圈，这有一个浴缸，我们一会儿可以直接扎到这儿，非常可以。打了一枪啊！
这喷子子弹很多的。我们没有晒圈儿，这是一个坏消息。啊，这圈应该换 Barry 的。我们可以说，我们现在的位置非常的拉稀了。哎呦，嘿嘿，不过很好。我操 ，AWM。哎呀，不行，这连狙这玩的太久了，这连狙压枪是绝对不行了。哦，这个就是刚才我打的那人一枪。WM， 我操，这谁打得过呀？他是 Barry 吧 ？AKM， 不想要，因为这还有一个防区呢。说实话，一会儿还可以进大伤搏一搏，搏一搏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那我直接冲这里，下个圈如果在这里边，我就直接干过去了。不可能那么波波的，希望这个安进去再圈儿，然后呢我直接开过去就可以了，但是不带圈难打了，我怕天命圈。天命圈所有人都要过来，很难防守。哎，真吸过去了，还。其实也可以不用过去，因为这好像，对，这是个坑来着，可以待人。他们山上都要下来，注意力应该不会在我身上。不行，感觉人好多。直接干，把直接干到防区，不要打野，不要呼吸，这一波抉择非常关键，呜呼！别看我的车技就完啦，我操，小事。仿佛没人在意我，他妈上树了，我操！怎么车技他妈还往上开呀、啊，我操！好的，拉过来。好的，好，我操，这么多盒子，快看，这有五六个盒子，这个地方。很好，
这地方有六个盒子，快看，一二三四五，这边还有一个六个，哈哈，还有两，还有好多活着的。这地方他妈停车，停这个叫什么停尸停停停，这那什么港吧，都埋这儿了，兄弟们。啥样的可以打一下？我们三一头怕啥呀？哎，先呼吸吧，先呼吸吧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都忘了告诉你们了。这一波可以了，还没到憋气的时候呢。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两个字儿，兄弟们，打个不字啊？粉恐怖呀。他们这里边有个大狙，你知道吧？挺恐怖的。山上这边看有个大一大半亩。我这位置下圈绝对不会能被说出去的，你知道吧？那顶多就说到这儿了，不能就是说大吸。来，来吸圈儿，哎，我操，也不是很 A。我操，我要往前站的，这里边啥？那只能去这儿了，那就把这干了，没得选择。这么多包，还是别看了，容易分心啊。这里边还有包呢，这还有一个包，我真恐怖。我就感觉这里边都有人，你知道吗？捡烟不捡雷，十个烟正好。雷再丢一个，点点饮料。三个雷可以。山地甲，全都干烂了，有点刺激啊！这决赛圈离谱。没空吗？谁是没空啊？我看看，M 巨山这是没有没空。过耶！大胆一点，别怕，他们一定比我们更怕。哎，大 M，这个勾勾勾勾的，很坏了，兄弟们，很坏。这他妈的卖逼的！什么玩意儿？我是卖什么玩意儿的？我操！
小啊。来把步枪吧。啊，没时间了。还有七个人呢。我操，脸上有的必须给他清除。就疯这儿，得把他补了。OK， 他死了就好了。没化妆觉得，妈只有六发喷着子弹了，不太行了。说句实话，我操，扔错东西了。小三，六发喷子弹了，枪换不了了。别着急，这烟一定要，这九个烟一定要省着点用。哎，捡不了枪了，这枪捡不了。完了，他们就剩一个了，右边的。OK， 一 v 三，别眨眼，别呼吸，就是这么刺激。躲猫猫去，你们确实是我就是五百级，我还是主编呢。这届大家当然是吧，今天我是十五刷十级，最后帮人混烟，我他妈混到石头了，捉迷藏太极限了啊，兄弟们，我们是冠军呀、啊！这届完成一 v 三，这一波还可以吧，兄弟们？都没子弹了都。这边混烟还是可以的，我们是烟柱恶鬼，找不着我的，我跟你讲，有烟，虽然对面人多也没烟体，但是我烟多呀。观众怎么发的？我给你们送十块奖品，感谢观看。想提高游戏内的帧数的放大脚步，同款画质的加屏幕微信，我帮你设置啊，兄弟们，可以提高二十的帧数，有电脑的一定要去调试一下啊，调完之后跟主播一样牛逼。兄弟们，你们将看到很多碟片的诞生，好吧，不要眨眼，现在开始。今天必须是素材的一天啊。沙漠来了，兄弟们，沙漠是什么玩意儿来着？考一考你们，看我的这个，看我的长久啊。
不要眨眼，不要呼吸。浴缸王回家了，兄弟们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好吧，落地。一定不要眨眼啊，不要呼吸，兄弟们。看我一V四，来。我操，这些人他妈太狠了！今天这单四排的什么狠呢？我操，不对劲儿啊！这感觉已经不对，我努力在白费，一夜夜你给的体贴我没给，你赌醉许的愿望很卑微，再妥协是我忽略，你不过要认赔。Yeah baby。我操，这么凶的，今天这些人都有点小凶啊，宝贝儿。就这样。来吧，海岛直接 P 层走一波。你话中意听我讲白话，你话中意听我讲八卦，你话中意我，我都中意你。你话中意我，明知我中意病。你话我超百厌，整松你耳钉。如果系个梦，我希望冇咁快会醒。希望每日瞓醒你都喺我身边。瞓醒你唔喺度又点算新一天？超无聊，但有劲多共同爱好。丢你老母啊！爱好为咗你，我手机都装咗菜谱。这把刚才肯定是有人眨眼啦、啊，这把你们别眨眼，好吧？如果你话好食就最好。来衣服陈的吧啊！别老眨眼，搁那儿，知道吧？简单似每晚晚餐，从日头揽住你到每晚晚间，写俾你嘅呢一首。完蛋啦！我他妈完了，兄弟们，来啦！蓝喷到手，天下我有。
再玩一玩。见过外挂玩喷子的吗，哥们儿？别一死就是挂呀！外挂有玩喷子的呀？有，道士都是玩喷子，你傻呀？外挂才不会玩呢。外挂有拿喷子的吗？哎呀，抢我人头，我操！他这不他队友是吗？我怎么只有一个助攻啊？不就是他抢了一个吗？有点小穷啊，药都没有。干我，过来干我好不好？能不能过来干我？怎么还他还打起来了？为什么不干我呢？牛逼啊，马飞，有点猥琐呀，兄弟们。哎，这顾刷哪儿去了？被谁开走了？咱就别走了，干脆咱就别都别走了，刷爆就完了。拉过去，兄弟们 ，DBS 真的是有点舍不得使，有点。刺激，太刺激了呀！飞，前后夹击的感觉。这件玩家双杀，有装备了，这回是真有装备了。大哥，我在这儿。谁是你大哥？我才不是你大哥呢。我是你爸爸。你也不是我爸爸。
我的傻逼队友在他妈机场呢。那好吧，那我把你补了，拜拜，宝贝儿，拜拜。这城里没有人了。好，你是挂吗？你知道城里没人了。他的傻子队友在机场呢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你队友啊？我们捡了七个烟，兄弟们，八个烟。你们可能不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，我的身份是烟王。来了，马飞，必须的呀！欢迎兄弟们进入直播间。欢迎兄弟们进入直播间啦！真是欢迎各位啦！哦，车开到这儿来了，看能不能去追个空投啊，兄弟们 ！DBS 到手，再来个空投就可以了，这把基本就稳了，稳了80%了。现在只能说稳70%。不对，是65%，失机率65%，很大几率失机，但就没那么底，知道吧？没那么底。宝儿去开火力，宝儿。开给老板开开，兄弟们开个火力全开，关注发大梦送神感嘉宾，这空投应该追不到260方向，260方向，我这边有个妹控，这个妹控好像还要抢空投，他们就在这个房区呢。哎，要摸上来了。不要杀人，不要呼吸，这他妈的不冲我呀。又来一堆，他妈来一堆，谁顶得住呀？不对，应该是一整队。我操！以为是哦，他队友去开车捡空投，然后回来了。这叫啥呀？以为是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两个空投。哦，我就说后来又来了一队，那不是，那本来就是他们本身这房区剩了两个人留守在这，知道吧？
然后呢有两个去捡工头了回来了，然后想攻我，结果直接被我一穿刺了，跟我玩呐啊，房子加橙子加喷子等于无敌呀、啊、小六走一波帅15杯金摔不摔你们来说帅不帅，刚这个门卡不了你知道吧，这有个 bug 我走不进去，你看这有个 bug 你知道吧，要不我卡这儿了卡不了，刚才剩下啥都有了，妹控加 DBS 咱走点喷子弹，咱们就决赛圈喽兄弟们，决赛圈喽，丝毫不慌你知道吧，面对四个人的围攻一个一个进攻，两个一起来也没用啊，这 DBS 是什么枪啊，是吧，橙子团队专业一打多干的就是这么多人，子弹有点不够啊，又说起来了啊，哇我们还要进攻，这不是最终的地方，我们一会儿还需要进攻啊，因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，非也，这把还有很多高能没有展现出来呢，好的来子弹了，很好，备弹18发可以，妹控加 DBS 没有八倍镜啊，有八倍吗兄弟们，完整的三叶头是吧，还有八倍，好嘞，咱们可以再填，没有八倍啊，只有15倍，只有15倍，然后三级头地上有个传奇三叶头，很好，拿他们的车非常好，直接说啊就是干出一点了，干他娘的，这有个三层房，就去这个三层房好守一点，15倍别拿了，哎这没人，这个房间没人没声啊，直接杀不要杀眼，应该有人，有人要生了，这里面绝对有人啊，就在这里面了，就在这上面了啊，听到他脚步了，主要是我操，我操，233他俩一起的，我操跳出来干我，还好我反应快，我知道后边要来人了，我可是直接拉进去了你知道吧，要不这边被他偷屁股了，我这边我给你喷不死他，他也打不死我，因为我已经有那种菊花要被爆的感觉你知道吧，就我补了他3枪之后，我菊花感觉要被爆了，我进来了，喷不死他，他也死，
这剑拿下一波，完了又要跑毒，哎呀，真是一波完事又来一波，兄弟们不要眨眼。刚才没呼吸的这个还是憋住吧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不要呼吸不要眨眼。九百圈最后一波攻势，生与死就在这一波了，成了吃金，不成人没，成败在此一举。两队人直接杀了一个，哇，这小侧身直接一v三呀，我不许找你们，你们还自己送上门来了，这就把这13杀，单四排竞技模式13杀，我操，这小侧身打的一点那啥，一点失误都没有，一滴血没费，把他们仨干了，无缝侧身啊，没有缝的，想打我，先试试和我的影子玩拳击吧，连我的影子你都这个碰不到，知道吧？先跟我的影子玩一下。欢迎奶茶妹妹，奶茶妹妹中午好，古德猫妮儿踢车啊，古德猫可是古德阿夫文宁，古德11，古德11，奶茶妹妹，早点喷着子弹呀。这边怎么还有车呢？有点危险，去山上楼找吧。这边好像收过呀，有点失忆了，兄弟们。我这边是不是收过呀？我又要冲吗？不过没有路了，没有什么防区了，这个小防区。八发子弹能杀俩人不？能杀八个不？不要眨眼，兄弟们，别眨眼！我操！亚麻袋，打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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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打灭。倒逼灯啊！我操，车胎被卸了。你们说他这个空投捡没捡？我感觉是没捡。这可怎么打呢？不太好打，圈难进一会儿，没车了，把这个车开出来。完了，兄弟们，干不出来，车技不行。不会有人卡我吧？
为什么如此安静？安静的有点可怕。造起来。只有八发喷子子弹了，兄弟们，又要弹尽粮绝了。这两天的喷子子弹是真不够射，真不够射，又要跑圈了，我的发了，我服了呀，兄弟们，这怎么办呀？以后喷着拉的多备点儿，真的。这个厕所可以待一会儿。这个厕所就是，厕所里有，哎呦，有十发，真不错。那就可以了。好吧，哎呀，兄弟们的这个眼睛真是真雪亮啊。没你们是真不行。没你们真不行，知道吧？真不行。得水友者等于得天下，知道吧？这两个人可惨了，兄弟们，别打眼。哎，先让人杀了，操你猴子！他们这位置挺好呀。哇、哦，他们人好多，他们有三个人以上，新剩六个人了，他们剩三个，感觉是四个人。我如果能杀他们一个两个就好了。哎呦我操，这个人绝对有问题啊，有一个人有问题的，那个三叶头我看起来有点不对劲儿，说实话，我看他那个死样儿。这个吉利服，炸倒了！三打三，不对，应该是三打一打四打二，击倒了，看有没有后续吧。这吉利服今天不帮他队友，哦，可以倒俩，又倒俩。一个了 IP， 别打眼，别呼吸，各位观众，这一波叫什么？欲罢相争，渔翁得利，位置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不是外挂，很好，搁这舔包呢。很好，标点安全区没关系的，他过不了马路的，别打眼，黄色避开。路过地下来杀我，请把你的朋友也带上，但是你没有朋友了，你完蛋了。
头那儿打烟呢。就这还跟我对呢啊，还跟我对呢，这叫什么？单人是吧，兄弟们，是杀司机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，兄弟们，我们是冠军杀人是毒恶心，我似乎见不了了。我们是冠军，兄弟们，关注主播发弹幕，给兄弟们送生日奖品，感谢观看，可以呼吸了，兄弟们，可以眨眼了，大家。有想提高帧数的兄弟们加屏幕下微信，提高帧数放大脚步同款画质对象，加屏幕下微信可以提高25左右的帧数跟 FPS， 非常好用，加爆屏幕下微信支持一手，有电脑的一定要去调一下啊，我们是冠军，可以上演了。爆笑爆笑炸掉，我唢呐都起来了，唢呐都起来了，兄弟们。坐小孩一桌，小孩可不能坐一，小孩跟他妈坐一桌，你连大腿都抢不着，你肯定跟男的坐一桌呀，哥们儿，跟喝酒的那个坐一桌，跟你爹坐一桌，知道吧？绝对那个鸡大腿儿，全都你吃，看你就不会吃席。做小孩那一桌，你啥都吃不着。有没有经验啊你？我靠，这是小龙虾。
你做黑丝那组，50岁的大黑丝你喜欢啊？呀，这兄弟自己跳皮卡多吗？跟我闹玩呢？不是开玩笑吧，兄弟？还有，我操！移形换影，移形换位，他怎么爬起来扶了？这小提琴枪打得漂亮。冲过来有点没，这线完成，一传四拿下五十啊！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们呀，还有一个，还不是皮卡多霸主。
哇，这雷丢的好啊！这雷丢的好呀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对面是雷王吧？雷神队。还你一个雷！雷！跳出去了，死了，另一堆的。还有一个 mini 出来受死吧，两个人，一个 mini 一个 SKS， 还有俩。别眨眼，别呼吸。过来你就过来你就没来，你过马路你就没。最后一个，来，你过来你就试一试，过来你就没，丢的挺，哎呀我操，什么玩意儿扔啊这，我操，这把落的十一杀，兄弟们牛不牛？牛不牛呗？落地十一杀，跟我对枪，一枪都打不中我，直接拿下落地十一杀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，兄弟们？我们是皮卡多霸主，没毛病吧？这把应该能来个三十杀十级，应该没问题啊。走进去，太美了。
我操！这还能侧翻的？哦，侧翻减子弹，这也太细节了！这把绝对收举报，各种吃举报。 完了，这圈没有浴缸，兄弟们，又是这个死圈。哎呦，又是水厂圈、猪圈圈，我干！王八圈！ 王八坑！哎呀，这怎么办呀？加油站吃雷去吧，加油站也不行。 都不是什么好点，那圈运不好啊。虽然这把能杀，但是圈运不给，圈运不是什么好玩意儿。来吧，缩圈！哎呀，咱们先找一下浴缸房，这有一个。 没了，下一次套看着不过瘾，无所谓了，我们又没头盔。哦，可以啊，浴缸是圈啊，兄弟们，直接上浴缸，别眨眼，别呼吸。目前这把是落地皮卡多霸主，11杀，20底杀没问题。 加油站呢？没人。哦，这没人，神奇！哇，40发喷子子弹，谁来谁死。就要为啥技术好，要被检测？它这个就是一个保护机制嘛。 假如你开了一个很贵的挂，你把把杀人，把把杀人，你把把杀100个，对吧？你被举报了，那个挂不一定被立马检测出来。所以说，如果要没有这个检测机制，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？把把有外挂杀100个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等到什么时候封，什么时候才下号？但是如果有几个检测系统呢，你杀一把，你的号就被检测了，然后呢，你明天的。 再来的时候就被封了，他这个封号不是实时的，知道吧？封号需要检测出来的，你能懂吗？必须要这个杀人多了，一定要直接强检，除非你是主播账号，主播账号就不会被检测。
19秒，我们已经杀了18名敌人，呜，一直在狙，我没狙，主播2点播的，播到现在了，已经播了12个小时了，别人为啥，主播战神，点关注就完了。 什么声音？哇，还要跑毒？不是吧，不是吧？我可以不跑吗？哎，只能干了这个防区了，不会直接没了吧？ 完了，兄弟们，这一波绝对完蛋了，90%的几率。但大家不要，哎，这好像有厕所，这厕所好像不是那种完美厕所。哎呀，直接去这儿也行，这儿好好打一点，不去中心点了。 撤！别大爷，别呼吸，现在开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呜呼！主任，被你打了一枪头。 完了！哎呦我操！就俩，很好，一个跳喷。 OK， 直接完成一穿三，拿下他们的点，拿命冲出来了，兄弟们！我靠，他们也没啥三一套，多点点烟，完成四四杀。 举报！举报！举报！举报主编！这玩意儿可以开这个大车，直接再砸这个房子。反正在防区我们无敌。
但是刚才这波还是很极限，还有六名敌人，今年有个狗闸，有消音狗闸。唉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，兄弟们？打在公屏上两个字，拼音是“哥”开头的，兄弟们，第一个字是拼音“哥”开头。老粉丝都知道，哥。又没敌人了，他们还在打，这点一个，我两点他倒一个，他倒一个，那这边最起码有四个人，那边最起码有四个人，因为他有队友，六个人那边有四个人，那就是剩，哦，这队没了，大炮，这队三个人，三打一，不对。对吧，怎么指使了呢，补掉他的队友了。右边俩，左边一个，三个人。那狗渣呢，狗肉在呢，狗肉在我脸上，刚才你可能是一打一。嗯，我不需要动啊，这人数还是没有，哎，还在炸。他们这边是绝对是一v一的情况，炸倒一个我就可以捡那个左边的空投了。那狗杂应该是摸前面去了。别眨眼，别呼吸，让我们一起感受着决赛圈的四角盛宴。这车我就不开了，我们十个烟儿。98K M24 都在那边了吧， 98K 的声音，我操，这也是指使的呀，什么情况，指使了一个啊。七三轮冲啊，应该不是一v二，我更希望是一v二。夏小娟没花中央了，中心点了，就直接一个点了。我的妈，心里哪站呢，不稳呢，哎呀，哎，扔白，他这白一打二，他会往那扔白吗，他不会，一v一，他俩在这一v一呢，赶紧打起来，我就往前一压，他们全没，又扔白，
可以，他们不是一对，但又不确定，如果他们乱丢了呢？他们就要打起来。哎，九八 K 的狙，一个九八 K， 为了确定。还有一个呢？没有，怎么还在狙啊？怎么不反手啊？那人？什么情况？这人过来干嘛？烟雾王子，我知道你在说，我透，我猜到了，我他妈的直接拿下本场的世界单人四排竞技模式，完成16场世界。我们是什么玩意？我们是冠军，帅呀！直接猜到他了，我猜到他这个术后了，知道吧？直接猜到，哼，就你那点小心思，肯定在术后搁那躲着呢。我直接一眼我就把你看到了，说漏嘴了，不是说错嘴了，兄弟们。别在乎这些细节，我们是冠军。帅呀！大家有想提高游戏内的帧数的兄弟们，可以加一下屏幕下边的微信，可以帮兄弟们提高20左右的帧数，效果好还可以提高大几十帧啊！具体的加屏幕下边微信咨询，低配高配都能调，不调后悔一辈子。想学主播的技术的，压枪私教也是屏幕下边微信。不是 DBS， 你不是 DBS 的话，你现在的话，如果要是喷倒一个人的话，他秒冲你，你来不及换枪。直接就我他妈拼图楼了，就干了。Should I hang my head low?
Should I bite my tongue? Or should I march with every stranger from Twitter to get shit done? Used to hang my head low, now I hear it loud. Every stranger from Twitter is gonna burn this down. Way up, we go. Been up and down that road. Way up, way up. 早上刚现在也很多呀。别眨眼，别呼吸，左边给我扯满他。来，红灵，给我打开一个。空调调成26度，会调不？打开按就行了，按26。没 DBI 是怎么玩呀？我的发，没有 DBI 是什么玩呀，兄弟们？完了，没有，兄弟们，相信我的枪法吧。我操，柏林的，我操，什么玩意儿了？我怎能遇到柏林的呢？柏林狗。柏林裤的，看到没？还有个面罩，还有滑雪镜呢。装备啊，有钱是吧？有钱专打你这种有钱的，还卖阿密手套是吧？啊，你怎么丢雷是吧？你看这个人跟这个人的装扮完全是两个装扮，最后一个肯定是排的路人是吧？我操，你有钱你了不起是吧？啊，杀掉的女人就是你，把衣服穿上。会玩儿，知道吧？一般买皮肤的会玩儿。
停止脚步啊，喝个红牛，直接整一罐。直接就干了，兄弟们。我喝的是蓝瓶的，250毫升，直接一口闷，250毫升是不是半斤啊，兄弟们？半斤，压枪就是牛逼。就在外面门口还一个人，这玩意儿因为穿山上面还有个喷子，我操，楼上还有个毒狼喷，单是白的，我靠，你这么远，就像喷子打这种有栏杆的点最吃亏了，还敢喷。直接往上气杀，帅呀，我操，有手感了，兄弟们，乱杀起来了。但喷子说实话还有点歪，刚开始第一个人喷了3枪没喷死，就是喷子太歪了。三级甲。喷子一定不能喷歪呀，喷歪就完蛋了。有的时候在几喷喷不死的情况下，就是他喷歪了，知道吧？没有 DBS 可怎么办？哎呦，这楼应该都收过吧？把缓血镜拿着。这楼的话有应该有我操，还有人帮我凑巴杀是吧，我操，跑得还挺快，他知道我要丢雷，看来这小子被炸过啊。嗯，好了，想跑追，看着啊，这波追击，乘胜追击，他应该往这边跑了，我操嘞！
太远了，兄弟们，打不中正常。我们也走吧，但是这车肯定是他开的，我操，这人是个毒瘤啊，兄弟们，不杀他有后患呀，这怎么办呀？ 不出此人，必有大患。Oh my god！ 这压枪帅呀！这今天的控枪真牛逼，我跟你讲，是真有手感，嘎嘎猛的，兄弟们。 我的车有了啊，直接进去，直接出网一号点，别墅靠海，必须的。 大车吧，有人我操，这儿干别人，有人我就没了。这空投落在了麦田，不能拿，绝对不能拿，收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这个，有没有 DBS， 幼稚的三年单身换取一个橙子哥哥 DBS 来换，这工头可以拿。 假吗？这，来了来了来了！直接完成一穿三，这不是学废了吗，兄弟们？直接把雷扔到自己的房子，把自己的潜力完全的逼发出来，学废了吗？ 把这个雷，哎，咱扔自己房子里面，知道为啥吗？因为这样的话，你的就是说身体就是被逼了，你知道吧？被逼了，然后直接冲他，非常细节，老细了，兄弟们，狗炸到手，我们就可以玩这个。 玩狙了，因为狗杂跟喷子的话，两个近战冲突了。近战之王不能有太多个。我操，没空，这合理吗？这更好了，更随我心意了。
他们是开大车来的，这狗杂配妹控，我干！这把不死机，又说那句话啊，刚才这波操作，人都是逼出来的。这把叫竞技模式试一次。八倍不打，这个主播在这个时期不打八倍啊，不打八倍，故意不拿的，绝对不是瞎了。这没人，直接炸炮楼了。我操，有人，但是好像不人不是很多，直接干了。就一个，直接给他干掉，拿下他的好点。守在这个位置，就我们就不能像这个小兄弟一样了。我们一定要守在一楼，知道吧？一楼是最安全的点，不要在二楼啊啥的。来第一时间要干，还有十一名敌人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我估计会被一队扎耶。麦田之战，提里弗没他。来人了，我们瞬间就跳到一楼，知道吧？不来人的话，我们就在二楼上观察视野。这个是要有变动的，知道吧？要灵活，而不是死老国、死老金。告白气球，哎，空投，十名敌人，那麦田出不去了，我们只能在这儿。有人打架，内控可以收吗？
好了，不可以了。那没事了。Y 城全部说出来了，还有九枚女人。现在开始收集信息，现在开始。这几天打不中是正常的，因为如果要是说这样的话能强强打中的话，那一定是外挂了，甚至外挂都做不到，所以说非常正常，不是说马，因为这么老远而且还是移动吧，你一个正常人就算是职业选手也不可能是，也不可能会打中，我这么说吧。但是呢大家这个没有过多了解的时候会觉得，哎，主播怎么没打中，有点马呀，其实非也是正常的，因为太远了啊。我们是圈儿，他们都在坑里呢，他们大部分都待在坑里面，对防区也有，一会儿都得出来，坑里边也要出来，我干，全都给我打马。还有半兵敌人，兄弟们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们的口号是什么？打的公屏上面两个知，两个知，老粉丝都知道。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了？二一打四打四，打呗，我还怕呀！我操，这哥们不打烟，我还不知道这有一个人，他趴在毒边的吧？这哥们又在，应该在这个毒边，炸他！他不打烟摸过来，我完全不知道呀！他一打烟，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，你知道吧？枪枪中，看到没？直接往上十指杀，还有三名敌人。我操，怎么就杀了？这俩是一队的，还有一个呢？一打三吗？看到没？不是说咱们枪马是有的，我操，一打三，一打三，确定了，确定了，确定了，兄弟们。下去下去打，完全确定啊，绝对是一打三局，
闭上眼，闭呼吸，现在开始紧张刺激。三个人我也不怕呀。这区区三人，我操，三枪没倒这个。我操了，这都没秒掉啊！我的发，这些人都没秒掉，有点难打了呀！秒掉一个我又突破好了呀！我操，一个我都秒不掉啊！兄弟们，这又有点棘手了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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